水泥车准备进入要抢修玉长公路，台三十线玉长公路因为强震，东段32.5公里处坍方，道路龟裂，全线封闭。一早工程单位进驻抢修，预计傍晚5点才能恢复通车。公路总局已决定自即刻起封闭玉长全线道路，禁止各类车辆通行，以车安全。因为强震关系，不少山区道路发生落石，远景赶紧疏导交通，包括台东台十一线长滨乡东河乡多处路段都有落石掉落，就怕会发生危险，赶紧封闭88、89公里路段。另外，在台东成功镇也有电线滑落影响交通，不止台东因为地震交通受影响，在花莲基崎村高山部落往雷达站农路也被好几颗落石阻隔，赶紧通知抢灾厂商清运。另外，丰滨乡横越海岸山脉的光峰公路也在12.5公里处发生落石状况。另外，看到台中潭子区潭新路一段道路上有5条龟裂，导致行车颠簸，目前已经布设脚锥进行工程改善作业。因为强震关系，这几天也要特别留意，恐怕会有落石，尽量减少走山路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